第27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开幕式五日晚间盛大展开。过去两年受疫情影响，釜山电影节规模缩减。随着韩国解除防疫措施，今年影展重现昔日盛况，许多巨星到场共襄盛举。今年由刘俊烈及全汝彬介绍主持棒，金义胜、金英光、陈善奎、全中瑞等人都盛装亮相。韩善火身穿白色礼服，就像公主现身一样超梦幻。其中全场焦点莫过于隔了7年再次访韩的梁朝伟，他以白色西装外套搭配黑色西装裤压轴走上红毯，帅到让全场观众都嗨翻了。